丁爸爸最喜欢吃的是咖喱饭，要加辣哦。我们今天要玩的游戏就是在笑什么？好，今天我们要玩的是百万小学堂。是100万吗？我知道是100万的小学堂。真的哦，今天赢的有超棒的小礼物哦！哇！那我们准备开始吧，请问我们家最帅的人是谁？爸爸，赶快请。好，妈妈回答。最帅的人就是 B 爸爸。所以有偷龙猫答错，偷龙猫答对了。哎呀，观众赶快努力点头，点头如捣蒜啊！还好这题不算分。是。请问准备好了没？准备好了。好，那我们第一题的题目是：海绵宝宝住在哪里？怎么没有人举牌？没有人举牌啊！是啊，看了。五四。凤梨。叮当叮当，答对。好，看了一分。耶！回答第二题。佩佩猪的弟弟是？乔治，这还没有念完，还没有念完。乔治最喜欢的动物是什么？恐龙。乔治是恐龙。好起来，好下去了。战斗陀螺的主角苍井霸斗的陀螺是哪一个？好，第四题，冰爸爸最喜欢吃的饭是？咖喱饭。我先的。咖喱饭。咖喱饭，你懂你懂，啊，要快破掉了。咖喱饭啊！大人啊，冤枉啊！你要帮我做主啊！ABC 总共有几个字母？三。啊，错误，走开。26个字母。叮当叮当，26个字母。我2分。2分，现在3-2。好，第六题喽。小苹果这一首歌你们有听过吗？你是我的小啊小苹果。下一句怎么唱？请作答。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，怎么爱你都不嫌过。哦，还要这会不会放水的太严重？第七题，这一题3分哦，谁如果赢的就可以转败为胜哦。我转败为胜，这个人脚皮。听清楚喽。哦。棒球比赛的简称就是。棒球比赛的简称就是。比赛结束。耶！好，这一次的获胜者就是 Ryan。耶！我们现在要来颁发小礼物，好好吗？来颁发小礼物。反斗城的都是水枪，哇，超级棒的水枪哦！我们改天会玩给大家看。
哇，像战神之弓的水枪。我喜欢这个。感谢玩具反斗城赞助以上玩具。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请你订阅和分享哦。那我们在下个影片见喽。拜拜。拜拜。棒球比赛简称叫什么？扩赛。扩赛。拜拜。